重。他们一方面因为自己失去了一位最崇敬的挚友，而除了表达他们自身对总统蒋公的敬仰，更表达了世界各地人们的深切仰慕、关怀、崇敬。纷纷的前往总统府签名致哀，其中包括美国使节团团长、哥斯达黎加驻华大使桑杰，表达了他们的悼念之忱。4月13号，各国特使团纷纷抵达台北，参加总统蒋公的奉祚大典。美国的特使团由副总统洛克菲勒率领，团员中包括美国的参议员、美国前驻华大使们。其他各友邦以及民间跟我国保持密切往来的国家，也都郑重地选派了特使赶到台北，像是日本、中非、菲律宾、赖索托、越南、象牙海岸、韩国、沙乌地阿拉伯、约旦、南非、哥斯达、萨尔瓦多跟施瓦季南。